起将近八点，有一台阿鲁米卡的小茶船，在宜兰鼓山岛西南边五海里的所在，因为不明的原因，船舱突然间开始来入水。当时这个船顶除了船长，还有两个钓客，因本来是要在附近的海域来钓鱼，想不到船啊入水，船长是通报到海巡帮忙救援，成功帮助三个人脱离到险境，拢互接返去乌石港。除了受到一点啊惊恐之外，家在无受伤，三个人拢平安。晚间九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六十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orld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，给您崭新视野。